检查，谁也别想搞小动作。我的特工训练室不可能有人搞小动作。光头不就在偷吃吗？如果说你刚刚一直被对着我，不可能看见。我在蝴蝶结上安了摄像头，你偷吃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把吃的藏在武器箱里，还在武器箱底部挖了洞，吃的就可以掉到书桌里，再用书桌里的机关弹进你的嘴里。王大力，写字为什么一直盯着笔看？设计好笔，居然是有小火箭！反面监控显示的是武器箱里的画面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在合伙玩电台。你用笔下的小心遥控器控制机械弹闯关，不同吃的是你闯关失败掉落的安全带。这也行？这都被你们发现了。眼睛你发出这么快，能看清吗？这是我新学的量子看书法，一分钟读完一本书，三天学会多国语言。这书是多国语言写的，说你都能看懂。对，是自动翻译眼镜，戴上它就能翻译外语。这书上是小说。不对，还有一个人在偷看。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他的眼睛没有问题。果然，他戴的是荧光眼镜，用它才能看见书右下角用荧光笔画的小人。哦，随便画了一个小人而已。是每页右下角都有小人，这样快速翻书就能看动画。可恶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为什么抓不到小品在搞什么小动作？小品特工一直认真训练，早就不开小差了。想救救我？